手枪！我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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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为什么不 bang？ 射！我有拿到子弹，你射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观众推荐的一款恐怖手机游戏《Handscape 恐怖风景》。这一款呢，跟 Granny 差不多一样啊，就是有一个人要追杀我们，我们要静悄悄的逃脱出去。那个人是一个连环杀手，精神变态者，精神病啊，就是精神病。然后呢，他总共拥有七个不同的结局哦，非常的有趣。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而且他下载页面还告诉我说，当你发现一个疯狂的邻居，就是先前的受害者的尸体的时候，请不要大声尖叫。这边可以选择我们的难度，选择难度简单、幽灵，就是鬼嘛。我们现在玩普通的好了，普通就是简单嘛。然后还可以选择杀手，斧头就是最普通的杀手，然后有大砍刀，有死亡的特效，然后还有锤子有死亡的特效。斧头什么特效都没有，就直接死掉了，非常的老旧。所以我们现在玩看一下锋利的刀片好了，他拿着锋利的刀片追杀过来了。您被困在连环杀手中，很幸运的摆脱了手铐。现在你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出路。他听得很好，不要大声说话，否则 James 就是那个杀手会开始追你。隐藏在壁炉里，探索房子，并使用任何可用的方法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OK， 我们进来到这里了。OK， 我们要静悄悄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蹲下来啊。这就是囚禁我们的房间。Hello。然后这边有这些桌子这些，我们要一个一个搜查看看，因为它有可能。什么嘛？妖怪啊！他追怪，为什么走路这么慢的？追怪，他走路。哦，我们两个走路都很慢的，我们两个是在干嘛？这边需要钥匙。我们两个在看风景吗？这边走路慢吞吞的哦，快点走！哎呦，关起来！这边有什么？有子弹，有陷阱！陷阱要怎么放啊？放下来？不行啊，陷阱放不下呀、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第一个是汤啊、哦，第一个是头拿去煮汤啊，然后第二个是拿去煎的。第二个是手臂这里啊，第三个是胸前拿去不知道干嘛的，还有焗烤的啊那一些，哇，感觉还蛮好吃的嘛。这边可以打开吗 ？OK， 打开来，要一个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蜘蛛，怎么会有蜘蛛跳出来啦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拿着一个陷阱到处走啊，陷阱不知道放在哪里的，关起来。然后桌上有一个陷阱的细节哦，陷阱要合成的、哦、陷阱，哇哦 ，Hello， 你好，不要杀我啦，我是无辜的，先去楼上看一下。喂，你怎么来这里啦？有没有什么衣柜给我藏起来的啊？藏起来。敌人走路很慢，我们走路也很慢，哇哦，这就是作者不做跑步的原因吗？这边还点着火，哇，好温暖哦，哎呦，哦 ，Oh my god， 哦哦你哦，吓死我了，我要被捉了，你不要叫了啦，这什么？电话详细，我要这个来干嘛？断掉电话呢？陷阱跟断掉电话，嗯，好啦，拿断掉电话啦，奇怪，嘿嘿，断掉电话。啊！内阁钥匙，拿内阁钥匙，拿什么电话？这是厨房，哎，厨房的地板哦，感觉可以踢开哦。有一个急救箱，不需要了，没有受伤了，而且听说是一击必杀的，这游戏急救箱根本没用。什么东西？谁来了？谁 ？Oh my god！ 你怎么从那里来？哎，你卡住了是不是？哈哈，哎，不要。还有火星的过来了，救命啊！有鬼啊！哎，这边破掉喽，躲起来。这里什么东西？一张桌子啊！怎么办？我要拿哪一个先？要先拿哪一个？拿地下室。好，我们先去地下室看好了。我比较清楚地下室在哪里啊？走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哎，等！哎呦 ，what the？ 太搞笑了 ，Mac。什么东西啦？为
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冲过来的？太……哦，搞笑呢，搞笑游戏。这是他的房间吧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不要叫 ，Hello， 乖乖啊，乖乖啊，对对对，乖，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什么都没有哦，不要叫啊，闭嘴哦。躲起来，应该没事啊！你怎么会？杀手给你第二次机会观看 ，Oh my god！ 居然看广告才可以耶！哇哦，超难的游戏，太难了吧！我们这次换另外一个武器啊，锤子，容易折断骨头。你好，我迷路了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啊，这里，这里会有一个奇怪的羊头冲过来，呜，呜，转圈圈了，战斗陀螺，战斗羊头，来，我有这个地下室的钥匙了，应该可以打开了。Oh my god， 伊丽莎，别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能走吗？啊，看来是不行啊，我们要拿急救箱，对，好，这个钥匙给你，对你自己做的事情，待会他来找你的时候，你自己负责。居然还有给子弹，那应该会有枪的吧？而且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正门的钥匙耶，我要去救他吗？哎，你看，他在里面哦，你看，你快点去找他啦。OK， 我拿到急救箱了，我来救你了，美女，你要跟着我，知道吗？待会要跟着我，我们遇难你要一起遇难了，不可以背叛我。你好啊，美女，我来救你了。不要，你名叫什么？伊丽莎，来，我认为我可以在啊，我在二楼厨房看到一把刀，你能完成吗？啊，你要我完成什么东西？你要我拿刀干嘛？把你杀了吗？还是带你去拿刀？好的。他怎么跟在后面了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了？你要告诉我，他跟来了，你要告诉我。看一下水槽下面，我不知道水槽。我记得我有查过全部厨房。哦嗨，我有查过全部厨房了。你在干嘛？水槽下面干嘛啦？它是空的，跟你脑袋一样空的。快点走，在一楼哦。来好，你说这里是吧？哎，恭喜你，你找到一个出路。What？哦，伊丽莎杀掉哦，他拿菜刀杀掉他了，哇，完成一个结局了，酷。那还有其他的结局哦，还有其他七个哎。我们来玩个多一个好了，我记得我们还没去过内阁那里嘛，还有陷阱也不知道干嘛的。我们到内阁看看好了。内阁好像在这里，内阁打开。Yes， 我进来内阁这里了，关掉。不能动了，我的视角不能动了啊！为什么？杀手给你第二次机会，好的。OK， 我看到广告了，应该可以继续了吧？来，我看完了，完全不给继续啊！广告骗人的呗。那么我们给你用这个斧头最老，但仍然适合切碎。OK。看屁哦，原来这就是哦，这就是普通斧头的杀人方法，就给你看他的脸。OK， 我到内阁这里了。OK， 内阁这里有什么？内阁有另外一个钥匙，正门的钥匙。Oh my god！ 陷阱的细节不需要，我有正门的钥匙了。手枪。Bang 啊！你为什么不 bang？ 射！我有拿到子弹，你射。OK， 我们先去楼下那边拿弹夹。对，弹夹在这里，忘记拿弹夹了，只拿子弹好像也没用了。来送个蜘蛛给观众，来送你蜘蛛。手枪，应该有一发子弹吧？我刚刚有找到一发子弹。啊，不是很厉害。我 bang！ 啊耶！恭喜你找到个，我直接杀死他！这是第二个结局啊！哇哦，哇，那用正门钥匙逃脱的，原来不是晕过去啊，这比 Granny 还厉害。Granny 中枪了，晕过去，这个中枪直接死翘翘。
正常人呢、欸哦、身为正常人就不要绑架我了嘛，真是的，正常人也学人家绑架，大家不要以为看了 Granny 就可以学 Granny 绑架小孩啊，你没有九条命你是不可能的。羊头出现，多多多多，有羊头追着我嘞，哎，羊头过来啊，哇，太好笑了、啊、你，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钥匙给拿走，然后去开门，正门 ，Open FBI Open 的，Up Oh my God， 需要两个钥匙 ，What the 呢 ？What the 呢？你音乐播是播心酸哦，啊，我很生气呢，为什么需要两个钥匙？嗯 ，OK， 也许我们可以用陷阱杀死啊，对，我们之前有看到陷阱嘛，去哪里拿了忘记了，我们用陷阱杀死了，我们去组合一个陷阱啊。用陷阱应该可以杀死人的吧？你看陷阱的细节，哪一个陷阱的钩子在哪里去了？来啦，组合成功！棒子陷阱，哎哎哎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等他来吧。我在这里等，你就来。One nap later。哎，奇怪，他是死掉了是不是啊？之前一直追我，现在怎么没人来？哎，快来哦！哎，我是不是要放一块肉在上面啊？他才愿意来。Hello，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呜！夹夹夹夹夹夹中耶 ！James Trapper， 他夹中陷阱了！我总共找到多少个了？我复仇枪 ，OK， 我用枪杀死他了，然后我拯救了伊丽莎，还用陷阱杀死他了！哇哦，剩下四个，应该有一个是直接从正门逃走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要密码那一个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应该是报警的，对，报警，我们有找到那个电话嘛，但是没有电话的插座。那么还有一个究竟是什么的呢？嘿，啊，这比 Granny 还好玩，还要简单呢、啊，可以用枪杀死怪物，就是、非常符合逻辑的啊。哎哎，我玩困难模式，你怎么走路速度一模一样的、啊？嘿嘿嘿，哎呦哎呦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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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了，关掉关掉关掉，哎，哦来来来啊！小屁友都没声音的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玩到这里你死掉的时候，叫你看广告啊，绝对不要看广告，因为广告看了完全不能继续的。第一个是从门逃脱，第二个是打电话报警嘛，第三个就是那个保险柜有某个东西可以拯救你，最后一个应该是在房间那个怪物有什么东西了，也许我们可以杀了他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欢迎大家自己去尝试看看啊，哈哈哈哈。